根附在身上，让一旦被咬，很痒很痒的时候，就是很痒的时候，它里面有阿摩尼亚，所以它可以中和蚊子的那个毒液，很臭，就只有咬的地方。但是外面有狗在叫，对不对？对啊。啊？为什么？不是你这里。不是。外面别的地方。嗯。所以他对这个声音看的是。这个要减敏，这个要那个比较高阶的。高阶就大把撒下去就好了。对。就。我很好奇耶，刚才那个是什么狗啊？那感觉很像是一群流浪狗在那边叫哎。我们这边应该不太可能会有啊。厉害，我不知道为什么一定是流浪的，因为那感觉是一群啊，两三只。我们这边应该很少有这样的狗哎，就是奇怪。我跟你讲，我觉得这一条街上还是会有人，会啊，我们这边遛狗的人很多啊。嗯，可能狗跟狗之间碰到吧，那就是是哦，碰到别的狗就会发出哦，真的、啊，类似刚才那偏混乱的声音。哎，刚才阿福是像隔我们外面那个狗的叫声，还是他的叫声？不是像他吧？可是阿福是看到狗就会自己赶快就是发出那种，就是我们听起来是会害怕的。然后他其实是他自己很胆小，然后等到我把他拉开以后，所以他就哭，这样子。哦，原来。跟他差不多啊，嗯，跟他差不多。他那个他们的狗之前长得跟那个我们刚才在那个门口的有一只黄色米克斯，对，梗犬很像，对对对。也是我捡到的。那他的皮肤好吗？不好，他后来身上长了很多颗大肿瘤，然后最后那些肿瘤都破皮了，然后会有组织液流出来，然后 yes， 可是到最后那样子的。哦，所以你现在有说，如果要除了